你要干嘛？你怎么用屁股对着？我就夹起了，打开，打开。屁股又对着妈咪了啊！哎呀，奶奶，这个啦，这个来的怀疑啦，这个，我拿不出来。小宝贝，干嘛？好了，走了，散步，散步。这个要我自己，那是我的东西哦。哎，那是他们。哎，妈妈叫你去找人家，是我给你弄的钱，你听。哎，你拿这个，叔叔来。妈妈唔穿衫，真系趁我贵个啦！伊就袂晓，袂晓讲迄种对啊，老母迄种对真系趁我几个钱。嗯，我也是，你啊，来，别想我啊！啊，穿起来没得穿啦，下班。好啦好啦，干嘛？对啦对啦，我来对啦。干嘛？我同你讲。干嘛？散步吗？啊，跟师兄说早安。好。